哎，第五宿舍挺不要谈的，有什么呀？这小姐姐，我们听她谈过，有没有进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这个，这个还可以变到现在。这个是第一下回哦，天气太热。来，小哥哥啥？第一个。哎，你还喝这个？不会喝。你老公都没有喝到这个。我只喝一点。不能咬纸啊！对啊，他把咬纸这边变的啦。对呀。一没有到现在36年，但是啊，我77年都爱信。但是啊，哎，36年没什么变。到了多少？是一样，是你稍微变胖，我多喝一点嘛。姚子可以再张开一点。我先切切米，切米刀。哎，再过几年，搞不好你选那个。你假如早点回来，他还没回来，你就把他拿下，对不对？四星不要丢掉。那个地上够低的，不要那边地上够低的。有啊，我们以前都乱砍，对啊，不要那边地上够低的，知道吗？中管谁啊？管对吧？我谈的话，我不要，我怕过来听啊。坐飞机回来。带老婆孩子去出去玩嘛？行，干嘛？回到山上，不要试试新鲜，靠门口这边，靠我们这边。对，最近正好就我现在门口因为可能不太，那是公事吧？没有。他家就是了，牛角村那边就是。你还没跟方正成那个去讲？没有，没有去讲。我妹在那边开个店，是那个。哎，黄，在黄，你知道黄？黄正成就困难。我那妹叫什么？就是立马的，就是立起来吧。就是立马，立马店就是阿妈。我来印几个名片。不要话，立马叫阿妈。都是妈啦，立马不？立马，立马阿妈。叫我一个舅舅啊。可以啊，小时候我跟一个同学比较好，我说他是福州人，我想跟他去他家，跟他做菜，但是那个大家从不好意思，我现场就来一个，在家的弟弟，所以他们都叫他一九零零，有人叫我跳舞，我不敢。你还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你看看这个讲得很清楚，我想画面。你也会讲吗？就是你刚刚讲的我很少讲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舅舅哥哥很少讲，所以我们就不会，我妈妈不会讲这些东西。那我们就不会，我讲什么，我妈妈跟我讲。但我妈妈没有福州腔，没有她那个腔。我妈是福州人，我记得刚去那边的时候，在排队排到后面，戴着眼镜，黑眼镜，不亮。我觉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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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我是对，他没接了，是吧？